一跟小郭一样，还有一个也可以睡觉。怎么乖乖也睡觉？我怎么掉下去了？阿宝贝，换我了。小乖那一个可以啊，可以睡觉。哇！怎么变溜滑梯了？怎么变溜滑梯，屁股掉下去了？哇啊！小乖，再一次，再一次溜滑梯，再一次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咦，你的脚踩到乖乖的头了，乖乖的头变臭头了。再一次，变溜滑梯哦。哇，再一次。哇，这是溜滑梯呀！啊。